有没有还你呢？怎么办？把他打死吗？好漂亮啊！对，眼镜蛇啊，猫在跟他斗了，龙骨斗。抓他！灰色的龙骨。公主这么小，不敢斗他。嗯。他好慢。哎呀！这只小老虎怎么被咬？笨蛋！还不怕嘞？那个不是啦，那个忘了拿在这里。好，就把它放到笼子里面好了。对，为什么那只猫那么勇敢啊？那是小猫哎。完了完了。它这是怎么样？不知道有毒啊？这个喵咪很危险，打他！完了完了完了，这只猫不行了。哇！好痛！好痛啊！那个女孩子，反应好快哦！他在干什么？上课！哎，上课了！哎，撞钟了！会不会啊？